要硬菜，我肯定喜欢。对呀、啊，阿哥都喜欢吃海鲜的。啊，阿哥，你爱吃硬菜哦。天天也是硬菜，今天要整点啥子嘛？你看嘛，你最喜欢的海鲜菜。这里还有一袋。哎，不嘛。哎，这个菜有点硬了，我这拿着瞬间就不香了。阿哥，你那个做干锅海鲜比清蒸更入味一点。随便上了，我把拿着那挂起。准备的明虾、蛏王、花螺、花剑、皮皮虾、大闸蟹、珍宝蟹，洗个淡水澡。耶，好跑，跑跑不脱喽。来，甩碗上路。这个放了姜片、花螺、蛏王、半颗儿、扒海，再四个蒸。阿刚，点火二，要点开干。上起锅蒸十五分钟，虾子开背，这儿炸了就翻出来哈，很漂亮。扯掉虾线，皮皮虾。放点淀粉，炸出来就比较酥脆了。配菜准备土豆、黄瓜，切成条条。时间到，起锅备用。烧油，卤出油来下土豆条。炸至金黄酥脆，盛出备用。再下入大闸蟹、海鲜们。炸至外表酥脆，盛出备用。好漂亮啊！切成葱姜蒜。再切点芹菜干干，带叶子哈，一碗干干椒，锅料底油，下入花椒，姜蒜爆香，调味豆瓣酱、海鲜酱、干锅酱，下入干干椒球球、土豆条、黄瓜条、芹菜段，再下入海鲜们，放孜然粉、白糖、白芝麻、小葱段。要得了，起锅！点缀香菜两根儿，就这个干锅海鲜，我后期点评，问你们那个小红心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啊，我起了。要得很干。来嘛，先给你整个虾子。你看，虾子都是全部炸出来的，反正吃个皮皮香王的。好。二不。啊，土豆。土豆都花里头。嗯。哎呀。哎呦。快给我刷到一把手，嗯，那个，嗯，本地龙虾干也多，吃的好吃，一上口感就不是本地虾是吧？嗯，那、嗯、吃个皮皮虾，我拿了，我拿了啃的肉，那啃的肉是，皮皮虾还好吃点，嗯，对，哎哎，对对，把皮皮不吃是，那个，是吧？对。爬爬下，我们走，我们一起手牵手。啊，我吃这个蛏子。哦，蛏子一下子，蛏王的。哇，嗯，咱这个皮皮鸭子肥。哎呀，太爽！来，王哥，吃个大螃蟹。来要开包哦，真包蟹了！哇塞，好多黄哦，你看哦，哇塞，太肥了，太肥了，塞去了！哦，哇塞，好肥！来王哥，来来呀！那你吃啥嘞？我是 KK 王。哦，有黄羊的，好大多啊！嗯，对。天灵来了啊！里面的肉多，嗯，肉还不少。买点烤这个腿腿的肉，多得很。哦，那王王再吃个小的，吃过就专门吃黄的哦。嗯，好多黄啊，这个是吧？嗯，八十的吧。嗯，这个花了，花了，花了，我弄不懂啊。
啊，我吃草莓嘛，吃草莓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，如果喜欢，我先付了这句我们，喂，我们的店，拜了个拜。哎呀，这个雨好大哟！还车上还车上还多冷还？哦，20几米5了，20几米5了。哦，这雨好多呢、啊。你们看这个鲤鱼好漂亮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鲤鱼，20斤零5两。大家好，我上面我又来了。今天朋友送了条20斤的大鲤鱼哈，我们今天来做几种口味的，总有一款你们会喜欢。开干！哦，抠掉鱼鳞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，别丢了。去掉内脏，你们看这个鱼盆好大，来嘛，鱼子都有3斤，这是鲟鱼子就值钱了哈。来嘛，抬一下边口，哎呦，鱼好漂亮。你见过整鱼脱骨没有？今天见到了。嘿嘿，你看，排骨分离。鱼头、骨架用来熬汤，取下鱼腩，鱼腩开刀剁成小块，里脊切成坨坨。你看这个纹理啊，就像四文鱼一样。葱姜、盐巴、鸡精、料酒、红薯淀粉，搅拌匀。到了这个年头，多稍微厚一点就可以了。再腌制20分钟，鱼鳞、盐巴。盛出，搓一下去腥，加入清水，鱼干备用，用厨房纸吸干水分。阿哥，点火哦！然后再开干，烧油，油再下到鱼块儿，下油炸一下，炸至两面金黄，捞出来备用。鱼鳞裹上干淀粉，每一片都裹到位，将就这个油炸鱼鳞。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了，盛出来，趁热撒上椒盐，点缀香菜一根，椒盐鱼鳞送给你们。阿哥，你喜欢泡茶的嘛？我给你买个煮茶机。这个泡茶的还有音效，这个不仅可以泡茶，还可以煮咖啡。你看嘛，这个还有滤网的，而且你喝茶就方便了。这个泡有点贵哟。阿哥不贵，我是在德沃上买的，他们家的小家电啊，品类齐全，颜值又高又实用，而且最近活动力度很大，我这个买起来才100出头。点主要方链接下载德沃，现在还有限时补贴，很多大牌啊一元就几乎秒杀了。哦，那我们吃完叫我用一下嘛。要的。切点姜蒜，青红椒段，再加点肥肉润下锅，烧油，来点肥肉，小火煸炒出油脂，放到葱姜上爆香，下入豆瓣酱。锅边放了料酒、鸡汁、蚝油，下入鱼块，翻炒均匀，下入2罐啤酒，再放点鸡精白糖提鲜，三开转小火煮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再放点青红椒圈点缀一下，再大火收汁。要得了，七哥。最后葱花收尾，啤酒鱼块送给你们，再腌鱼腩、盐巴、鸡精、生抽、蚝油。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，烧油，再加点猪油，下入姜蒜爆香，猪肉酱、海鲜酱炒出酱香味，来点蒸鱼豉油，下入腌好的鱼腩，放到灰门，加入清水，烧开小火煲20分钟，这个就好了。哦，再撒点葱花，点缀香菜，鱼腩豆腐包送给你们，就这个一鱼三吃，我厚几脸皮，你们有个小红心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爱你们喽！来呀，我去，要得可以干，走。这个烧的绝对趴得很香，所以这几个菜全部都合你口味。这个还灰门，要有点趴。那个还有个下酒菜，我吃点灰门给。对，灰门绝对巴适，千滚豆腐万滚鱼哈。哇，哎呦，鱼就红红眼了，我跟你说，那鱼特别巴适。两样都对。那这三个菜哪个最巴适？都巴适。最喜欢吃这个啤酒鱼啊，以后天天给你弄。好、啊，哎，吃过鱼皮了没？那玩意儿，上这个鱼鳞，脆的很，你尝尝，咬中不？嗯，你，哎呦，嗯，好甜，吃饱没嘛？吃饱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，我想付了这些，我们，我们，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。